亲娘近日如何？亲娘还是不肯出门，一直在房里待着。阿爷去世时，我也如他一样，不愿直面。只觉得这世上再无人能够庇护我了。二郎若能想通的话，不妨过去看看亲娘，好生劝慰几句。 你我二人的婚约本就是两家的联姻，如今我阿爷已死，郡山公以自裁谢罪，我想这桩婚事……二郎这少年我走了吗？你为我百里府所做的一切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婚事已断，这百里家的家产也全都尽属于你，我百里红衣不会留取一分。二郎当亲娘是什么人？ 我知道二郎心中所想，但我还是想问问你：若叔父没有害死宫殿，二郎会不会接受？他是他，你是你。他犯下的错，我不会迁怒于你。但亲娘留在我身边。 只是虚费光阴罢了。有儿郎这句话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死缠烂打。等你备好休书，我就会马上离开。 怎么了？二郎，亲娘不见了。所以我送亲娘回房，她说想早些休息，催我赶紧离开。等早上我再过来，人已经不见了，衣裳也都带走了。
他有留下书信吗？没有，我都找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二郎，我找遍了各处，亲娘并不在府中。百里二郎，私打亲娘嫁入府中，他对你百里家尽心尽意，处处替你考虑，可你不答应了他，还想把他休掉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允之，你好好与二郎说话。我偏要说，若是亲娘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允之也不活了。这房中并没有打斗的痕迹，锦衣玉食软也都在，看来并非绑架。 这盒里原本装了什么？这盒子里原本剩下两片鱼胶，怎么不见了？鱼胶？亲娘每日都要用鱼胶添面液，这几日原本所剩无几。这盒子里有两张画好的面叶纸也不见了。他每日都会敷吗？寻常面叶纸，亲娘瞧不上，那两张是宫里的画师画的，很是难得。应该是离家出走了。 先找到人再说吧。进来，二郎。 坐下。神都有18家卖鱼胶的店铺，你常用的只有这一家。云芝说了，家中已无存货，你若想用，只能去买现成的，所以你的落脚之处并不难找。近日时辰，投锅羊汤已经不新鲜了，我去请老道家又重新做了一碗，趁热喝吧。 二郎来做什么？找你。找我？就为了一起喝汤。喝完，跟我回家。 下人的事，阿爷不必担心。如今只是暂时遣散，女儿会找机会把他们请回来，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走了。 也就是说，你朋友的兄弟被抓了以后，在狱中死了，所以你觉得你愧对于你朋友对你的信任，那你很在意你那个朋友啊，不是吗？我身为内卫，在此案中屡屡犯错，我只是觉得愧对于我自己的身份罢了，是吗？ 那我问你啊，如果死的那个人跟你的朋友没有关系，你还会如此念念不忘吗？阿月，你曾经对我说过，若是我想做什么事儿，就算拼了命也要做到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便学我呀。
若只是想，愧永远是愧。若能在愧处做点什么，心结自然就会解开了。李仙总觉得你永远长不大，嫁给二郎之后，整个人果然不一样了。世人都说二郎不通人情，我却不这样想。二郎的好，只有我能看到。 真的很好。嗯，二郎。身份，停车。 就有钥匙，你莫要胡闹。二郎，我从申妃的话里也能猜得出，二郎到底要去做什么。推理断案我也能行，我是真心想帮二郎。申妃，去前面到驿站给亲娘叫车。二郎，起风了。 不会劳老实实的回成都，只要是转到去了别处，那可麻烦了。到了梁山之后啊，不许擅自行动。我都听二郎的。 这么久，二郎第一次如此照顾我。你可是男二爷，不必在意。我听说灵山凶险，但只要有二郎在，我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帮你更衣吧。 平日都是申妃帮我的，不必劳烦新娘了。你想？ 怎么睡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想睡里面还是外面？哦，我都好。你压倒被子。 啊！嗯。
七娘。二郎你。我没被子了。给。睡觉。睡觉。那睡觉吧。